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爬矿脚车。中牟集团生产的爬矿脚车主要由脚车、爬斗、滑轮三大主要部分组成，主要用于金属矿及其他矿场的坑内及露天场所。爬矿脚车在水平及其他倾斜的工作面上做矿物爬运及填充工作。爬矿脚车具有操作简单、高载荷、使用安全等多项优点。